男孩双脚踩在自行车后轮两侧部件上，一下子没有站稳，人掉了下来，右脚卡住了。另一个男孩试图帮助，但失败了。最后路人报了警，男孩的右脚被卡在后轮和后梁之间，消防决定用液压破拆工具等对后梁进行破拆。注意他的脚，注意他的脚。对，他脚就反转。这小心，他这个脚怎么？把那个拿过来，那个脚冲了，这个来。准备已经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好了好了。找磨机。别动，别动，好，这搞得啊，该对嘛。没事的人不要凑在一起，不要凑在一起。凑这么近，看看。坚持住啊，马上好了啊。男孩今年11岁，救援人员一边安慰，一边从后面扶住男孩，大概3分钟后切割成功。别放地上。慢慢来，他们缓一下。让他慢慢放的。家长呢？去卫生院。家长没有吗？去叫他一下嘛。脚骨头有没有事了？你试一下那个脚疼不疼？那个有动哦，不搞了。民警联系上了男孩家人，经医院检查，男孩的右脚没有大碍。